我们喝到不好的水，那轻微的话可能会腹泻拉肚子，那严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甚至癌症的发生。所以说如何选用一杯好的水，对于我们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。其实我们的自来水厂水出来的时候已经符合了国家的标准，达到生饮的标准，但是经过这个管路一直到你家的水塔，到你水龙头打开之前，其实你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比如说你的水塔里面可能有一些小动物跑进去，可能有一些杂质跑进去，你不晓得自来水里面到底有哪些污染。例如说它在过滤沉淀消毒的时候会加很多化学物品进去，那这些化学物品进到自来水里面，有时候会随着管线，然后管线有二次污染，然后我们就用来灌洗、刷牙、洗脸。虽然看起来很干净，可是干净等于透明吗？不一定。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水煮沸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，这个观念其实是完全错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自来水公司呢，它会加一个氯来杀菌，会结合成所谓的三氯甲烷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物。在市面上会有很多净水系统，例如说像 RO， 那 RO 我个人来讲，它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浪费水资源的净水系统。例如说它要制造一杯水需要浪费4到6杯，所以在全台湾有很多加水站，它是用 RO 系统，所以它一天浪费30座标准游泳池的水。一个好的净水器其实是直接要看有没有第三方公正客观的认证，这个认证其实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国家卫生安全基金会简称 NSF 的认证。要取得 NSF 认证是非常困难的，部分的厂商为了取得只是把部分的零件送去检验而已，而只有少部分的厂商会把整台机器送去检验而取得这样子的认证。所以要取得全机认证的净水器才是最好品质的净水器。很多人会看了广告买了产品觉得很心安，其实这是不对的，应该要有一个完整的测试报告，买回去的产品才会觉得安心。因为人每天都必须喝水，所以喝好水绝对对健康来说是一笔非常值得投资的。我是一个材料学博士，我觉得喝好水对家人是一个最棒的选择。